讲两句话。Hello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来跟我们介绍一下，你现在在哪里？我在。你要看镜头啊。我是 Coco， 我已经到 Uncle 家了。对 ，Uncle John 的家。Uncle John 的家了。对，那你高不高兴？高兴啊。啊，有没有很兴奋？可是现在好累。好累，好了。哎，这个，哎，来，你要介绍你自己，你现在在哪里？啊，我是艳丽，我在 Uncle John 的家。啊，那你在这边干什么啊？我在这里 study English。OK， 好。好。Bye， 来，你们两个靠近一点，两个出现在一个镜头，来比个手势。嗨。